来，出来，来，好，你上车，你上车，小李叔，来，这边这个样子，哦，好，三次，指挥动态呼叫。 这是一个八层楼的建筑物，然后一到三楼是直接塌陷，然后三到八楼是往马路的这个方向倒，啊，所以一二三层全部都是压在最底下，啊，所以看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直接找先找表层的，嗯，先找表层，如果这两个有找到的话，再来确认其他人的其他家属回报的问题。 都已经准备好。 台湾在921地震的时候呢，土耳其救援队是率先到达台湾救援的队伍之一哦，所以这一次土耳其有难，那我们台湾来帮忙。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组队，大约90人，还要再搭乘包机出发。那我们也还在密切协调当中。
大家也看到新闻，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月6号凌晨4点发生了7.8规模的强震，后续也有超过7.4规模的余震。目前得知，大概有超过数百人死亡，上千人负伤，大概有将近1000栋的建筑物倒塌，所以灾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在上午第一时间10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台北市也通过简讯来通知国际搜救队要做好准备出勤的准备。下午3点30分，我们也接获了中央消防署的通知，确定要派遣国际搜救队进行人道救援。那我们台北市的搜救队是全国第一支国际的搜救队，也最具有国内外搜救经验的队伍，也是第一个通过全国重型搜救队的队伍，所以大家是最专业的，经验丰富，也是我们培养出的精英。所以这一次的出勤，我想大家代表的不只是台北市的骄傲，也是国家的骄傲。大家肩上也负有着使命。其实我们跟土耳其之间建立起这样子相互救援的情谊，可以从1999年开始，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地震，我们也派员前去协助救灾。后来921地震，土耳其搜救队也派员来协助。所以这段情谊也让我们在这一次参与救援，我想大家也有更深一层的使命。所以我想最重要，各位前去当然也要展现我们平日训练的实力，但最重要，我也非常希望各位队员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优先的考量。在这边也要预祝这一次的搜救任务圆满顺利成功，谢谢。